港媒报道，无限花旦郭羡妮前年十月国庆日和内地武术指导朱少杰于关岛结婚，次年五月诞下女儿。尽管二人收入悬殊，但郭羡妮并不介意丈夫收入比自己少，宁可四处拍戏赚钱养家，而朱少杰则长期留在内地等开工。可惜朱少杰虽然由五指升为烽火家人中任导演，但该剧后工作量渐少，只好辛苦郭羡妮单方面一边照顾女儿一边拍剧养家。从友情饮水饱的浪漫日子开始回到现实，但生活压力却让他不得不面对现实。最令郭羡妮头痛的是，前年以565万购入的房子，每月要公款37000元楼债。然而如今他工作量并不多，偏偏朱少杰又执着于做导演，不肯做回五指。现在一家的开支都要由郭羡妮负责，加上女儿奶粉钱，每月至少要负担10万元生活费，压力逼人。加上二人长期分居两地，令感情转淡。以往郭羡妮时常北上探望丈夫，现在也很少见面。婚后的郭羡妮更不时会在微博晒和丈夫的合照，但近日除了女儿照片外，很少见到丈夫踪影。平时郭羡妮都是一个人带着女儿或和妈妈去超市，婚姻出现危机。